啦，欢迎嚟到 ER Sport Channel 啊，我系 Albert， 今日同三位兄弟咧就试下火爆大叔快 Sir 交大乐子 GMP 嘅 SI 新嘅 GBB 啊，咁呢支就 One In Sport 合作一齐去搞出嚟嘅。咁头先我哋就试过啦，咁啊大叔就讲明啦，试完就要讲下感想，咁我就其实都冇乜感想噶啦，因为点解咧？型就得噶啦，我啊几中意支枪几型。咁同埋咧，真係幾好揸手，因為我哋好多時玩對戰活動咧，好揸手，咁又唔算太重啦，輕輕地，咁有時做活動就比較方便，因為一入場都打十幾二十分鐘。好啦，打咁耐嘅時候就發覺啊，咦上槍其實都方便，好就手，呢個第一。第二嚇，支槍今日最驚喜就係呢只 GMP 新出嘅長夾，咁啊玩極都唔腳軟嘅，因為有時話氣化嘅問題啦，打打下又唔係好夠力嚇。咁我個人覺得就，槍平貴啊，靚唔靚啊，隨意嘅啫，因為百貨撞百客。咁但係我自己要求就簡單直接實用，咁啊已經配合曬我嘅要求，我啊非常之中意啦。咁啊，至於個支槍裏邊嘅其他嘅情況，就交俾我啲兄弟同大家分享。OK， 咁我就試咗呢支槍啦，咁就覺得咧款我就冇乜所謂嘅，我就著重個性能多啲。咁呢支槍咧，頭先喺12槍嗰個 stage 入邊咧已經睇到啦，個出街嘅反應好快啦，個 bow back 都好穩定，咁我可以好快咁去命聽到我想打嘅 target。咁然後咧喺遠靶嗰方面咧，咁你都見到啦，個彈度好穩定嘅。我頭先講緊大概係14-15米左右啦，咁就打一個大概係2-3寸嘅 play， 咁咧就都可以命中到 target， 槍槍中，咁啊算好穩定嘅彈度。最後想講咧就係我頭先試咗一隻 stage 係打連發嘅，咁連發嗰度咧，亦都好穩定喎，配合埋隻鴿咧，亦都冇話會唔夠氣啊、耷手啊嗰啲情況。好啦，咁呢支 SIGBB 咧，咁啊用咗新嘅鍛造槍身，咁啊比較硬淨啦。咁每一次 reload 咧，其實我都發覺佢因為硬淨嘅關係，入完鴿咧，佢個反應咧就俾到個反應好快。咁啊槍嘅平衡好好啦，咁每一次上槍咧，我好容易 get 到 target。咁啊，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話，其實呢支槍咧裏邊已經係所有補品嘅，包括鍛造嘅煲啦，同埋個 Wasing 嘅 Trigger Box 啦。咁啊 ，Trigger Box 可以校好多角度啦，令到嗰個反應啊更加快嘅。好嗱，呢支槍咧打嗰陣時咧就性能非常之好，出街反應好快啦，好穩定啦。咁我最欣賞，其實我最欣賞咧就係支槍嘅佢嘅外觀同埋佢啲設計又好有心思，好 detail 嘅。譬如佢個上骨嗰度咧。你見到佢係其中有一節位咧係冇咗啲魚骨，係因為方便你的手指公撳上去嗰陣時咧，唔會刮到自己的手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有心思，同埋佢好多細微位咧都做得好靚。Very good， 正。